装备比我好一个档次的都是有的打的，只是说不是稳赢而已。打我同等级装备的基本上就是稳赢的。你这个是强迫症，我比你轻微。我这不是强迫症，这个就是对生活当中的不如意。所有人遇到看到整洁的东西，心情都会好的。就比如说你回家了，一瞅屋里非常干净，完之后呢，什么东西都整整齐齐的，对吧？你就会很舒服。什么东西都乱码七糟，就像有的人桌子上的。其实我不是强迫症，你为什么说我不是强迫症呢？因为给你看一个东西你就明白了。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桌面。你说一个强迫症会有这种桌面吗？你认为可能吗？哪个强迫症桌面这样的话？